这谁敢说这个？有啊嘛，有中度啊。他不叫造理啊，我都不住了，也不要造理。对啊，应该有一些东西，有放一些东西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后头门拆去，后大家也拆去啊。我这看我不觉得住，三个人，三个得五百了。那三个得才，哎，结果才多少呢？那不能煮饭，不能煮饭，不能煮饭。啊，整东西得盘就是得啥啊？啊，用手用油啊烧的啊，伊唔是用油啊，对不？用卡打呀，卡打是油啊烧的啊。油啊烧第一条，油啊烧第一条啊，对不？甲汽车同款啊，啊踩脚踩刹车，安较有够力啦。那这嘛是第三个这台啊？有碟盘的，那个不是碟盘。对啊，那是第三。哦，还只好走了路呢。这物件只啊，你要逛大街，你要唔走啦？这骑兵啊，你得去飞机啊，上你得飞机啊。哈哈哈！我坐一下。车无法动啊！较好骑啊！较在啊！转弯人家无好转弯。这条路咧，走拢下下的人较侪啦。对啦。啊，等下才有迄个上班的啦吼。是啊，下嘛足侪人。对啊。脚床会疼，啊？这个脚床会疼。
哦，所以北海没得新风了，他真的甜。我是建议你去台中华侨西。较紧哦。你这做跨国啊，多少这个要用较紧的。应该对啊。我是去凤山尔。我应该对好去哦，迄临时的迄也袂要紧啊，迄也毋是中啊。应该对好去咯啊，啊无应该佫食一解药了就好去啊。这哪条？嘿。